你不说是炸开的辣吧？杜德伟，我乐观。好，型男演技王他们要吃的是番茄炖饭，嗯，或者极辣的番茄炖饭，嗯 ，OK， 嗯，从那边过来，我先。好的，好，我吃哦。哦哦，安心上路。哇！你一定会很感动啦。但是很辣。吴秉辰，这个比较小吃。哈哈。把它扣进去，咬开了。哦，哦，对不对？嗯，很辣。来，詹姆斯，真香。哎，你最近下手是哦，没有在手软。你要卫生纸吗？还好。你猜谁没吃到？应该是吴师傅吧，因为他感觉吃完后，因为辣那个辣度哦，大概是在吃完的大概三十秒之后，那个是最明显的。你觉得怎么样？对，然后他看他吃完三十秒之后，感觉眼眶一下眼神是清澈的。就没有涨红的感觉。他是比较会忍的，我们有模糊了吗？他是会忍，他是里面特你已经忍不住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就是你的你耳朵都红了，你有一个你耳朵都不是耳朵红，他有一个不会说谎的身体。是哦，呀，吴师傅，刚才他咬下去的时候，那个辣其实一瞬间那个鼻子的反应没有这么快，可是他那时候他就是可能。看过我们的表演或者是什么他觉得没因为他觉得没办法超越我他在那一瞬间做了一个抽泣可是辣应该没有这么快会伤到那个位置吃完会有这样吗很高兴你们两个有共识啊我就猜詹姆斯哦好不好你最了解他们那个猜拳输了去顶你啊剪刀石头布布布去来讲好谁再出来啊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表演派的这个 copy 的这个地方抓起来，这是谁？抓出你这个菜鸟演技！哇塞！哇，你试试看啊！你要用肚的，吃掉吃掉。那我吃吃看啊！吃掉吃掉吃掉，吃吃看。摆定了。你不是说是炸开的辣吧？杜德伟，我乐观。那个辣开始上来了。哇，不乐观。你很强。来，第二个是谁？第二个是谁？来来来，第二个谁？例行吃一下。例行，例行。你去吃卓文萱的。嗯、啊，当然啦、啊。我们猜他是。对对，不管啦、啊。为什么要去？因为你们俩都开都给我吃掉，给我吃。是想要报复啊？不行啊，这个很辣啦。嗯Oh my god！ 不乐观，还好吧？危险，还好啦，中了啦！猜你就猜到了，对啊，真的不行，怎样？太辣了，所以是母士哥。他的脸好好笑，黄立行，你还好吗？哎，这两郭富城，郭富城，郭富城，郭富城啊，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了解你们，他不懂。你们涉世未深啊，江湖经验太差了。快喝了，你们回，啊、你们回去。小鼠举辣了，谢谢你。小鼠吴师傅很能吃辣哎，眼睛看这么清楚，很能忍，真的。还好，你还好、啊。我，他的耳朵有红吗？嗯。香港天王不合啊。其实早就不合了。哦，我喜欢香港的各级为政了、啊。为什么跟你们同一堆？哎，我没办法演了，不演了。